严总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刘毅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我不需要看这个，你坐吧。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啊，好的，严总，您说。你为什么会来我这里工作？是这样的，严总。小时候呢，咱城市没有电。一到了晚上了，总有人趁着没有光亮的时候欺负我，我却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。是您发明了发电的机器救了我，所以啊，我想跟随您一起为了这个城市的光明做一些贡献。我们公司会有很多外派的任务，可能要出差很久，你的家人会介意。啊，没事的，严总，我从小就是孤儿，所以。行了，你别录取了。啊，严总，谢谢严总。房间里是机密工作的内容，你进去看看。你就这样害死佳佳的吧。什么佳佳？万佳佳，你两个月之前的员工，别告诉我你不记得了。我他妈不知道什么万佳佳，他怎么了？我他妈怎么知道？我是神经病，我手松开。你连你自己雇佣的人叫什么名字你都不记得了？如果他两个月之前来到我这儿，他应该感到自豪。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都为这个城市付出了贡献，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一缕光明。曙光愿景电力有限公司受到市民举报，此公司因涉嫌1201起失踪案件而被查封，警方正在展开全力搜捕。来看前线记者。
市长的秘书，基于您曾经给本市做的贡献，市长决定解封公司，让您重新经营。举报您的小刘也因造谣被判了刑，失踪案的话，警察那边也都打理好了。您看这样行吗？